制作人小鬼。小鬼自出道以来，出色的唱作能力和鲜明的个人风格深得歌迷喜爱，凭借作品 Goodnight 别叫我达芬奇迅速出圈，2020发行单曲啊 Pink Murder 在各大榜单当中是获得了亮眼的成绩。那今天小鬼呢是跟我们签名还要合影一下啊，让大家看到最酷最炫最时尚的你。If this love's not meant to be, if our heart's not ready to open, if the naked I won't see, it's broken. 有请小鬼来到互动区跟我们聊一聊。小鬼你好。姐姐好。啊，姐姐好，好的，我高兴叫姐姐。好的，小鬼最近是出了新歌了哦，打歌吗？还是说给大家再讲你下一首新歌什么时候出？我下一首新歌吗？应该很快了。很快是多久？不要让我们等太久。下个月。真的啊？啊，哇，太厉害了！下个月就会出，那粉丝一定很高兴。那你对于风尚的定义是什么？跟我们讲一讲。风尚。我觉得，有态度，自信。然后敢于去表达自己的看法和坚定自己，相信自己，这就是我认为的。好的，你对于风尚的态度也体现在了你的歌当中，对不对？让我们期待小鬼更多更棒的作品，请到旁边稍事休息，谢谢你。